多情况。我一直说我们家男人一半我就高兴了。哎，上课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啊，又来提问，你看我真好。我给他设计文字游戏，他做的还是很难听的，是因为他很难做。你说这么聪明的孩子哪里上去了啊？怎么摊上那么多妈？我觉得你妈肯定是我妈。嘿，哎呀，我说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你上课就上课，你怎么还管人家呢？咱们在这边工作挣这个钱，把钱拿到手就完事儿。你知道，他感情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好小子，不是我吧？要不是为了不高兴，我差点就去。什么？怎么办？咱们下个月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买房子呗。啊？在招工广告啊？你估计年底以后招工的薪资多一些吧？放心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养家的。我知道，怕我失业就回去。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咱们家坚持到年底一点问题没有。到了还贷款的时候，可就冤枉耳朵都割下来了，哎呀，好痛！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非常的花心的富家子弟，当他看到录像以后，他就深深的迷上了这个女孩子。这是一部集情感、家族、商战的年代戏。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，关注我们这个戏《兰花香》，一定不会让人失望的。兰花香，兰花香，非常精彩，非常好看。请点粉最终剧场，每晚三集正在播出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。薰衣草剧场。玄妙人情，两大阵营各出末将，军师神机妙算，皇上请看，丞相大捷四中，巨献福禄，传皇后气压群雄，公主死心不容，皇帝大智若愚，哎，皇爷勇往自卫，一场正邪大战即将上演，怪才军师正在播出。薰衣草剧场，万思演者死官，剿灭所有人秀，天下才能太平。商没有牛群有事，决定有银子。萧为什么官府可以卖盐，我们买就要抓要杀？三方师同绝火，却用情义纠缠。我肯定你们谁都有银子。今天你儿子一场爱恨两难的盐之战，浴血盐烧。薰衣草剧场播出。原版《晋山剧场》，貌似不幸得失的大将军的心，这个感情被揭穿，貌似忠厚善良的儿子，不是不求的，却为名利误做负心汉，反过来大黑，貌似感情专一，二三，却同时拥有两个家。神仙，别不要轻易相信每个人和看不见的背后，看不见的背后。
10月31日播出。俺听星剧场，那么多特工藏在这个城市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隐患。敌营之中是致命的邂逅。接班老师，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硝烟无尽，生死考验真情。我凭什么相信他？你必须相信，在他的眼睛里彻底失去判断。你跟他不过是一场游戏。爱恋热血，汇成动情一曲。夜来香。被你压伤我了，亲一点，刮的头发裤子，刮这个都根本没得刮。我做完这个节目，刮的我裤子，我就腻了，怎么？在这个地方，在任何地方，总要有大路，特别要系上消防车道，否则过路人将不开车。保持消防车道畅通，人人有。每天醒来，只顾看满大好城市，我们全新的街道科技法，睡梦中温和聚角质，深层滋润，极光光滑紧致。欧莱夜间焕肤精华，那不愿意用高光了。想不到老公跟丸子是这么有缘分，更想不到今天也能吃丸子。发现全新的味道，七档去渍科技引爆从未体验的去渍力。七喜专业取次最大，新潘婷新体验，发根年轻强韧，发梢却脆弱枯黄。潘婷全新维他命原配方，深层滋养秀发，令发梢像发根一样强韧。潘婷全线跨时代升级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宝宝。孩子是爱情的延伸，孕育下一代，拥抱幸福人生。深圳凤凰医院，电话400-883-0866。阴阳干咳，肺热燥咳，有痰咳出，快用止咳橘红胶囊，止咳、化痰、清肺，一步到位。止咳橘红胶囊，西安恒生堂制药。没摸过吧？啊，从小没摸过吧？怎么没摸过？没摸过这么短的吧？哎，摸一摸试试看，感觉很。我肯定没摸过。这么早，试一试新太子洗衣液。来，洗衣液了，洗衣液能洗得白吗？咱们来试一试。好了。大的洗衣液还洗得这么白，和白衣一样白呀、啊！正白上市。通知：为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，落实全民健康惠民工程，即日起开展惠共鹏程男性健康免费普查乱象治疗活动，活动旨在提高男性健康意识，推动男科规范化诊疗，促进男性健康整体水平，共建和谐深圳。活动详情拨打8211-2233，8211-2233，中国性学会深圳鹏程医院。很多读者问，多种护肤效果真能融在一瓶产品中吗？欧莱和你一起挑战这个想法。90%的受访护肤界人士给予信任，悦兰油多效修护霜，一次对抗细纹、干燥、毛孔等七大岁月问题，效果得到高度认同，就是有可能。为年轻肌肤定制的清爽型，新鲜上市，快来欧莱专柜体验七重功效吧。白嘴架不用怕，沙普艾斯能治它。逼着沙普艾斯看东西清晰多了，眼睛自然比他大。沙普艾斯畅销10年，值得信赖，有助于避免手术。有高血压、白内障做不了手术，盯着沙普艾斯眼睛清晰多了。得了糖尿病，白内障呢就跟着来了。阿伯，幸亏及时用了沙普艾斯的。我有个老朋友得了白内障，没有及时治疗，后来失明了。好的，现在很多老人眼睛模糊都不重视，其实啊，白内障早就搞好了。沙普艾斯眼底手术、眼底开刀适合咱老年人。白内障九个一，只用沙普艾斯。眼睛闭了。沙普艾斯。这个还不错，有点装可爱的样子。你两只在装可爱。
谁，可我自己，我平均不再不疲惫。一刀剪还是分层剪？是谁的一个女女女的剪。刀剪算了，哎呀，你分着剪，分着剪就好看一点。一刀剪好像狗啃的，哎呀，分着剪。哎，你对我用点心行不行啊？跟人家都分开剪，跟我一刀剪，什么意思吗？我跟人家什么时候是分着剪的？我多数都是一刀剪的。那你帮我分着剪，辛苦您了。到这里啊，好，你说了算，差不多啊。你手上的这烟草工作的事儿赶紧慢慢找。我想去进修个研究生学位，否则我担心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。进修的事儿还是算了，你都这把年纪，不是我没说你大，那年纪在这放着呢。再说了，即便就算你三年进修毕业了，也未必有合适的职位等着你。现在在社会上拼的呀，可都是那些小年轻了。哎，要不然咱们换个思维方式，咱们自己在家打算点什么，开个网络小店。网上开店啊？我怎么开啊？工厂不认识人，又没有什么进货渠道，拿什么开啊？哎呀，那你就直接到那些批发市场，咱们进点物美价廉的小东西，在家销售。那些外地人啊，总不可能老来咱们这儿采办吧？等于说你就替他们采办，挣点辛苦费。我想啊，还可以节省时间，你又自由，晚上呢还可以帮着妈妈上课，以后呢还能照顾女孩，多好！现在不都提倡那叫什么自由职业？你想想吧。有没有七十五厘米？我的有。想再一点。等你看这。嗯，是，别臭美了。哇，好凉爽啊，后面。剃光更凉爽。好轻啊。那剃光了就更凉爽。好多年没有。我那种气儿，过来吧。
还长，好雨要是多一点就行。帮我稍微修一下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会比你什么的。可以了，这是。大家要考试了。对啊。嗯。考的七十二点五，全在上面。嘿嘿嘿。满足满足了。大家怎么考的？傻瓜。嗯，看出来了，够傻。太傻。